Hello，十年后的 Annie，我相信你现在应该是过得很好，但是我还是需要 remind 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妈妈说的“善良永远是对的”，永远要记住这句话。我人生很大的改变在于我外婆过世的时候。你觉得现在觉得目前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当你真的看到她走了，你面对到她生老病死、病痛这一块，然后死亡这一块，你会更相信宗教。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于你真的找到了你自己的你要做什么，而是你觉得你人生你领悟了什么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你 even 你有一个月薪100万的工作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有太多东西，亲情、感情，或者是你人生本质的那个价值，是比那些东西还要再有意义的。